朱总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会撑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谁让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？不是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，我这是为了表达我对你的赤诚之心才这样。那我心领了。要不你现在回去吧，睡你的乳胶床垫，吃你的雪花牛排。我不回去，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发过誓了，要么我带着我媳妇儿回去，就是你，要么我就不回去。我现在可是事业女性。 我现在是夜景岩的助理，不，我没有打算这么早结婚生孩子的。你想做什么呢？我都支持你，而且，结婚就一定生孩子吗？你想什么时候要，咱们就什么时候要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住在我家里，对吧？你也不舒服。我挺舒服的。我也嫌你烦。 你妈还恨我一举三不得，你在我这里住久了，万一身体不好了，你妈还以为我虐待你呢。你说的怎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不靠谱了呢？我不希望大罗或者公司用什么办法来威胁你息事宁人。谢谢。对你来说是基本的道德素养驱使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朋友对我的关心。 可能我不是一个有趣的朋友。我问大罗要了我应得的项目奖金，我缺钱，很缺，工资有限。你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。爸爸的债，做女儿的，躲不掉的。